同学们好，老师好，各位老师好，请坐。小朋友，看屏幕，谁在哪里干什么的事，说一说画面的内容。你来说说看，就这样说。爸爸和儿子在海边钓鱼。哦，看得仔细，说得完整。读一读这个词，钓鱼。去钓鱼要带哪些工具？你来说。要带鱼竿。鱼，哎，把钓鱼要带。钓鱼要带鱼竿。哦。鱼饵。哦，还有呢？还有鱼桶。真棒，鱼竿上有鱼线，鱼线下连着鱼钩，钓上来的鱼把它放进鱼桶里。请坐，这些都是钓鱼必须带的工具。再来看图，图上的两个人除了钓鱼工具之外还带了什么？你来说。他们还带了尺子。请坐，注意这个词，尺是翘舌音，子是平舌音，读好它的轻声，跟我念，尺子。尺子。男生来。尺子。女生读。尺子。今天我们要学的课文的课题就是带着尺子去钓鱼，看老师来板书课题。第42课，带一横三竖，中间是一个凸宝盖，下面是一个金。带着尺子去钓鱼的钓是左右结构，左边是一个金字旁，右边是一个勺。谁能够完整读课题？请你来，就这样读。第42课，带着尺子去钓鱼。真响亮，你再来。第42课，带着尺子去钓鱼。我们全班一起读。第42课，带着尺子去钓鱼。读课题，你有什么想问的？你想问为什么要带着尺子去钓鱼呢？你的提问真有水平，一下子就抓住了题目当中的关键词。为什么要带着尺子去钓鱼？带去的尺子到底有什么用呢？还有没有？你来问。他拿着尺子去哪里钓鱼？我知道你们读过课文了，去哪儿钓鱼呀？海边钓鱼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想问的？你来。谁带着尺子去钓鱼？你的问题也很有水平。到底是什么国家的人要带着尺子去钓鱼呢？今天我们就来通过阅读理解这些问题。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，轻声地读课文，注意读准字音，读通句子，发字不漏字，注意适当的停顿，听完老师的要求，一边读一边想，到底是什么国家的人要带着尺子去钓鱼？开始。丹麦是欧的一个海岛国家。轻轻地读。
的小朋友坐端正，没读完的小朋友抓紧时间了。读完了课文，谁可以来说说看，到底是什么国家的人要带着尺子去钓鱼呀？请你来说。是丹麦国家的人带着尺子去钓鱼。哦，你知道了，原来是丹麦人带着尺子去钓鱼。跟我读一读这个词，丹麦。丹麦。丹麦呀，是一个国家。你能不能用文章当中的话来说一说丹麦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呀？你来，最后一个，嗯。丹麦是北欧的一个半岛国家，有着丰富的海产资源。请坐，你找到了第一小节的第一句话，谁可以读好这句句子？你来。丹麦是北欧的一个半岛国家，有着丰富的海产资源。读得很棒。丹麦是北欧的一个半岛国家，这就是丹麦的地理位置。瞧，这美丽的地方就是丹麦了。丹麦位于欧洲的北部，它的陆地三面临海，一面和大陆相连接，是一个半岛国家。丹麦有着长长的海岸线，它的渔业非常发达，是世界四大渔业国之一。丹麦有着丰富的海产资源，像鱼呀、虾呀、蟹呀、海藻呀，这些生长在海里的动物植物，我们就称之为海产资源。丹麦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丰富的海产资源国家。谁可以把这句子读得更好？我请这个男生。丹麦是北欧的一个半岛国家，有着丰富的海产资源。请坐，我听出来了，你读出来了，丹麦呀，有着丰富的海产资源。谁还可以读一读？你来读。丹麦是北欧的一个半岛国家，有着丰富的海产资源。我们一起来读好这句句子。丹麦是北欧的一个半岛国家，有着丰富的海产资源。是呀，正是因为丹麦有着如此丰富的海产资源，许多人都慕名到丹麦去钓鱼。一次垂钓的意思就是钓鱼。对呀，在去钓鱼的路上，中国客人小张和丹麦朋友之间产生了一段对话。请你自己去读一读课文的第一小节，读完了之后用波浪线划出丹麦朋友的话，用双直线划出中国客人小张的话。现在开始。等一会儿起来回答问题，听我讲，等一会儿起来回答问题，不要开话筒了，明白了吗？不用开话筒了啊。哎，听我说，等一会儿不用开话筒了，明白了吗？不用开话筒了啊，回答问题不用开话筒了，直接说好吗？你们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
好，划完了就做端正。你找到他们说话的内容了吗？请你来。大麦是说，他说话的内容是什么？大麦朋友说的内容是什么呀？带尺子了吗？嗯，在这里我的尺拿去。在这里不带尺子。在这里钓鱼不带尺子是要吃大亏的。你们再把我的。你们先把我的尺子拿去吧。小张说了什么话呀？你来说说看。小张又不是购买家具，要尺子干嘛？好的，请坐。看一看你们都划准确了吗？好，我请一个同学来扮演小张。好，请你来。我请一个同学来扮演丹麦朋友，请你。其他小朋友，我们一起配合来读好旁白。路上，起。路上，一位丹麦朋友关切地问：“带尺子的吗？”小张疑惑不解地说：“又不是购买家具，要尺子干嘛？”丹麦朋友从口袋里掏出一盘卷尺，认真地说：“在这里钓鱼。”说完，把尺子塞在了小张的手里。请坐。丹麦朋友是怎么问的？你说说看。直接说，不用话筒。丹麦朋友是这样说的：带尺子。是怎么问的？带尺子吗？他是怎么样问这句话的？带尺子了吗？他怎么样的问的呀？你说说看。请坐。关切的意思呀，就是非常关心。初到丹麦的小张是去钓鱼的，而丹麦朋友却关切地问：“带尺子吗？”如果你是小张，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？你来说说看。钓鱼还用带尺子吗？哦，你和小张的想法是一样的。像小张这样心里面不清楚不明白，就是疑惑不解。读一读这个词，疑惑不解。注意惑这个字，它是上下左右。对呀，心里面不清楚不明白就是惑，所以它的部首是心字底。你能不能像小张这样疑惑不解的说一说？你来。又不是购买家具，要尺子干嘛？哦，我听出来你像小张一样疑惑不解。我们一起来读。小张疑惑不解地说：又不是购买家具，要尺子干嘛？丹麦朋友从口袋里掏出一盘卷尺，认真地说：在这里钓鱼不带尺子是要吃大亏的，你们先把我的尺拿去吧。从丹麦朋友认真的语气当中，我们可以听出他说的话呀一定不假。那么不带尺子去钓鱼到底要吃什么大亏呢？丹麦朋友一路走，一路耐心地解释着，就是指一边在路上走，一边在路上耐心地解释。读读这个词，耐心。看老师在田字格里写好耐字。耐是左右结构的字，左边是一个儿，横撇竖，注意横折钩往上斜，竖竖，右边是一个寸。寸这个字呀跑到了奈的右边，就是寸字旁。跟我说寸字旁。寸字旁。在写寸字旁的时候要注意写的长一点。
在你们的小手里写一个奈字。组成词语一起读。耐心解释呀，就是指丹麦朋友不怕麻烦，耐心的、认真的把话讲清楚。那么丹麦朋友是怎么给我们解释的？到底为什么要带着尺子去钓鱼呢？请同学们读一读课文的第二小节，用横线划出带着尺子去钓鱼的原因。你找到了哪些句子？请你来说说看。我找到的句子是，原来为了保护海洋中的自然资源，丹麦的法律规定只有超过22厘米的鱼才可以作为战利品带回家。如果有人故意捕捞或出售不到规定长度的鱼饵，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请坐，你找得非常正确。原来后面的内容就是带着尺子去钓鱼的原因。这两句话有点长，加上停顿符号就能够读得更好，自己试试看。我们一起读好这句句子。原来带着尺子去钓鱼的原因是为了保护海洋中的自然资源，丹麦的法律规定只有超过22厘米的鱼才可以作为战利品带回家。如果有人故意捕捞或出售不到规定长度的鱼儿，就会跟我念惩罚。惩罚，这段话的意思你们理解了吗？原来呀，带着尺子去钓鱼是丹麦人为了更好地遵守法律的规定。法律规定就是每个人必须要遵守的行为准则。那么丹麦的法律规定什么呢？你来说说看。真棒，请坐。
读一读这个词。战利品。战利品原来是指打胜仗之后缴获的敌方的物资。那么在文章当中，怎么样长度的鱼才能够作为战利品带回家呢？你来说。22厘米。只有把话讲完整。只有22厘米。超过。只有超过22厘米才能带回家。只有超过22厘米的鱼，再来一遍，讲完整。只有。超过。22厘米的鱼才能。作为。带回家，请坐。老师这儿呀有一把尺，22厘米呀就是这么长。老师把它投影到电脑当中来看一看。那什么是超过22厘米呢？是什么呀？你说说看。就是在尺子上22厘米以上，不能小于22。也就是说要大于22厘米。18厘米可以吗？不可以。那可以是22厘米吗？不可以。不可以。那25厘米可以吗？可以。对呀，一定要大于22厘米才叫超过22厘米。注意，超是翘舌音，读一读这个词。超过。男生读。超过。女生读。超过。我们来看电脑老师教我们写这个超字。这是走字旁，我们跟着电脑老师一起来数空这个字。横竖横竖横写捺横折钩写竖横折横。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只有超过22厘米的鱼才能够作为战利品带回家呢？原来呀，超过22厘米的鱼已经是成年的鱼，它们已经养过鱼宝宝了。而没有超过22厘米的鱼，它们还是鱼宝宝呢。如果我们把鱼宝宝全都抓光了，那么海里面的鱼就会越来越少，甚至要灭亡了呀。在丹麦要钓到一条超过22厘米的鱼可真是不容易呀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丹麦的这条法律规定。原来为了保护海洋中的自然资源，丹麦的法律规定只有超过22厘米的鱼才可以作为战利品带回家。丹麦的法律这样规定是为了什么？你能从这段话当中找到答案吗？你来说说看。丹麦的这个规定是为了保护海洋中的自然资源。你说的真棒，请坐。那么如果有人违反了法律规定又会怎么样呢？你来说，后面那个男生。如果有人违反了法律规定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把文章当中的这句话读一读。如果有人故意捕捞或出售不到规定的鱼儿，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你们知道吗？以前在丹麦有一个人钓到了一条不到22厘米的小鱼，他呀被罚了5000元的美金，相当于人民币30000多元。还有一个人啊，因为大量的捕捞了不到22厘米的小鱼，因此他被罚终身不能够钓鱼。这样的惩罚可真够是严厉的呀。所以当地居民在钓鱼时一般都自己带上尺，以免引起麻烦。读一读这个词。麻烦。引起麻烦在文章当中呀，就是上文中说到的受到严厉的惩罚，也就是吃大亏呀。现在你们理解丹麦的法律规定了吗？理解。你能不能根据老师的板书来说一说丹麦的法律规定呢？自己试试看。
自己说说看，在下面。好了，谁可以来说一说丹麦的法律规定？哎，请你来说。嗯，就是你，对。丹麦的法律规定，只有超过22厘米的鱼才可以作为战利品带回家。嗯。受不到的话，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丹麦的法律这样规定是为了保护海洋中的自然资源。小朋友们都理解丹麦的法律规定了，现在呀，我们就一起去丹麦的海边钓鱼吧。我请一个小朋友上来钓钓鱼。哎，请你上来。哎，请你上来钓鱼。好的，请一下。对，我们来看看他钓到的鱼是多大的。看，小鱼游过来了，他上钩了。我们来量一量他钓到的鱼有多大。这条鱼你能带回去吗？不能。你能不能用因为所以的句式来说一说？因为这条鱼只有22厘米。只有多少？20厘米。因为这条鱼只有20厘米。没有到22厘米。而丹麦的法律规定，丹麦的法律规定要到22厘米，超过22厘米的鱼才能作为战利品带回家，所以这条鱼不能带回家。你说的真好，我们要把这条鱼放回大海。请坐，谁才愿意试一试钓鱼？我。你来，请你来亲。嗯，看看你钓上来的鱼是什么样的。看，小鱼游来了，它上钩了。量一量它有多大。你可以把它带回家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你能不能用因为所以的句式来说一说？因为丹麦的法律规定，只有超过22厘米的鱼才可以作为战利品带回家。而这条鱼没有超过22厘米，而是所以不能带回家。你说的非常的完整，请坐。我们要把小鱼放回大海，最后一次，我们一起来钓，好不好？好。看，小鱼游来了，它上钩了。看一看这条鱼有多大。这条鱼你能不能带回家？能不能用因为所以的句式来说一说呀？请你说。因为这条鱼有24厘米，它超过了丹麦法律，它超过了22厘米，所以这条鱼能带回家。请坐。看来呀，小朋友们都已经理解了丹麦的法律规定了。丹麦人呀，都已经把这样的法规定带着尺子去钓鱼形成了他们良好的习惯。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呀，中国客人不但十分理解，而且还非常的佩服。我们钓到了大鱼，真高兴。中国客人是怎么钓鱼的？每当钓到小鱼，马上放回大海。那小张钓到鱼了吗？没有。你从哪个词看出来了？你来说说看，那个女生。一个可怜的小张，老半天毫无收获。真棒，请坐。读一读这个词。毫无收获。毫无收获的意思呀，就是指一点收获也没有。我们看看，到了下午，小张钓上来一条鱼，我们来量一量，这条鱼可以带回去吗？它还差半厘米。对呀，这一点就是半厘米。如果老师不用尺量，但用你们眼睛看，这半厘米的差距，你们看得清吗？
哦，看不清。有人开玩笑说，这条鱼马马虎虎算合格了。读一读这个词，合格。合的意思是符合，格的意思是标准，合格连起来的意思就是对呀，你们已经会用拆字法来理解词语了，真是了不起。对于朋友们的玩笑，小张却一丝不苟，严肃地说：“还是按丹麦的法律办事吧。”说完，把鱼放回了大海。法律规定的一毫米也不能差。小张和小朋友们一样，严格遵守丹麦的法律规定，真是一丝不苟。注意这个字的拼音，我们来拼一拼。狗狗。狗这个字的意思呀，是马虎、随便。那么一丝不苟是什么意思呢？你来说。直接讲，一丝不苟的意思就是，哎，不用话筒，直接讲。一丝不苟的意思就是一点不马虎。真棒，请坐。你会用确定关键词的方法来理解词语了。我们学着小张的样子，一丝不苟，严肃的来说一说。还是按丹麦的法律办事吧。说完。现在呀，我们一起再到丹麦的海边去钓一钓鱼，看一看谁钓到的鱼更多。合格，耐心，超过，惩罚，麻烦，如果不解，声音响亮，毫无收获，一丝不苟。今天呀，我们学习了第42课，带着尺子去钓鱼，知道了丹麦人利用他们的法律规定保护了他们的海产资源。正是因为丹麦人有这样的保护海产资源的意识，所以他们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海洋资源。我们也要向他们学习。最后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第42课，请小朋友们把语文书打开。我们再一次感受丹麦人利用法律规定保护海洋资源的意识。第42课，带着尺子去钓鱼，预备起。第42课，带着尺子去钓鱼。丹麦是北欧的一个半岛国家，有着丰富的海产资源。一次，几位刚到丹麦的中国客人相约去海边垂钓，路上一位丹麦朋友关切地问：“带尺子了吗？”小张疑惑不解地说：“又不是购买家具，要尺子干嘛？”丹麦朋友从口袋里掏出一盘卷尺，认真地说：“在这里钓鱼，不带尺子是要吃大亏的。先把我的尺拿去吧。”说完，把尺子戴在了小张的手里。丹麦朋友一路走，一路耐心地解释着。原来，为了保护海洋中的自然资源，丹麦的法律规定，只有超过22厘米的鱼才可以作为战利品带回家。如果有人故意捕捞或出售不到规定长度的鱼儿，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所以当地居民在钓鱼时一般都自己带上尺子，以免引起麻烦。了解了这些情况，中国客人十分理解和佩服，每当钓到小鱼马上放回大海。
可怜的小张老半天毫无收获，下午好不容易有一条鱼上钩，可是一量还差半厘米。有人开玩笑，这鱼马马虎虎算合格了。小张却一丝不苟，严肃地说，还是按丹麦的法律办事吧。说完把鱼放回了大海。学习的课文，相信小朋友们也像小张一样理解了法律规定，希望小朋友们和他们一样一起遵守，相互学习。好，下课，同学们再见。老师在。